路边摊老板拿着漏网捞起炸得金黄焦脆的韩式炸鸡，再淋上特制酱汁，在铁板上翻炒。随着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南韩首都首尔宣布，传统市场从13号开始祭出各种优惠折扣，刺激买气。서울시는이달13일에서24일시내전통시장108곳에서제수용품과농수축산물을 5~30% 할인된가격에판매한다고밝혔습니다。不止大打折扣，还赠送礼券和日用品，就希望民众掏出钱包来消费。路边摊更期待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游客能为小商家带来生机。코로나때는너무힘들어서밖에서막노동도하면서그렇게시간을보내다가다시이제조금씩외국인들이들어오고중국분들도들어오고하면서지금이제그래도한 70% 정도선으로올라오면서지금이제장사하면서많은기대를하고있죠虽然摊贩看到游客大批出现，心情好得不得了，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却是苦不堪言。因为2023年才刚开始没多久，全国食衣住行通通膨胀。편의점의코카콜라350ml 한캔의가격은1,900원에서2,000원으로마찬가지로 1.5L 도100원올라3,900원이됩니다경쟁제품펩시콜라캔가격역시1,900원으로 11.8% 오릅니다就有一家四口到传统市场打算采买年菜时，却发现荷包钱根本不够。전통시장을이용할경우지난해보다 4.1% 증가한254,500원이필요할것으로조사됐다고밝혔습니다대형마트의경우에는지난해설때보다 2.1% 증가한359,740원이필요한것으로나타났는데요南韩甚至吹起了一股零支出不花钱的风潮。외식업체에서프로모션도많이하고하니까그런것도많이관심두고보게되고자주이용하게되는것같아요그래서나가서먹기만해도완전 5~6만 원이기본적으로두명에서만나도깨지니까物价水涨船高，有女性消费者就连化妆品都干脆放弃。뭐좋은것들많이찾아서화장품을소비를많이하는편이었는데요즘에는마스크도쓰고다니고해서화장품이필수품도아니라고생각이들어서而这全都是因为南韩通膨率居高不下，去年一整年通膨率更是创下24年新高。소비지표가악화한건9월이후석달째입니다숙박음식점업등서비스업생산역시 4% 나줄었는데이태원참사의영향으로대면서비스소비가타격을받은것으로보인다고통계청은분석했습니다南韩媒体就看衰今年的经济，有高物价、高利息和高汇率引发的三高危机。南韩央行如预期升息一码对抗通膨。새해처음으로열린한국은행금융통화위원회에서도기준금리인상이결정됐습니다현재연 3.25% 인기준금리를연 3.5% 로 0.25% 포인트올리기로한겁니다今年首度升息，不止创下14年新高，也是自2021年8月以来第10次升息，累计升息幅度达到3%，显示南韩物价涨幅仍然是央行2%目标值的2倍之多。소비자물가상승률이12월에도 5.0% 의높은수준을나타냈습니다앞으로소비자물가상승률은누적된비용상승압력이공공요금가공식품가격등에반영되면서1~2월중에는 5% 내외를나타내다가专家还说，市场认为这可能是长达18个月以来紧缩循环的最后一次升息，但因为通膨仍盘旋高点，很难光靠降息缓和经济的下行风险。加上南韩出口下滑，想要救经济，政府还得多管齐下。대한민국의수출영토를전세계로확대해나아가기위해모든정책역량을총동원하겠습니다才说要帮南韩提振出口，最新民调却显示，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从37%下滑到35%，甚至有民众痛批他的经验能力不够。如果南韩经济再没有起色，尹锡悦的支持率想来还是会继续往下掉。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